来看这个台湾之光真的很厉害，年仅13岁的曾俊欣，他在网球少年欧洲少年网球赛里面夺下了冠军。从小就热爱网球的他，父母是在永和的乐华夜市摆摊，一家人一起努力成就了梦想。如今他真的不负众望，成了亚洲夺冠的第一人。举着中华民国国旗，曾俊欣在球场上笑得好开心。他在欧洲少年网球赛勇夺男单冠军，这是有史以来亚洲第一人。我是曾俊欣，热爱网球，我以后要朝职业网球迈进，请大家支持我。从小就爱网球，曾俊欣立定志向就是要朝这条路前进。他能够走上网球这条路，全靠他父亲在夜市摆摊，而他也不负众望，教练对他的表现相当肯定。很稳重，啊，不会像是一般的小孩子很急躁，稳定，然后他学习很专心，所以他效果。尽管小小年纪，他已经懂得动中求静的运动精髓。以职业网球为目标的曾俊欣正朝他的梦想迈进，也期盼能在国际网坛发光发热。记者陈时彦、荣向台北采访报道。